其实讲真的，你有讲说自己不怕，都是还会有那种顾虑哦。Before 我踏出那一步，想要出来创业的时候，因为毕竟稳定性是很多人都是想要的，在这个工作上，因为觉得说，比较安全啊，然后不需要烦恼太多啊，每个月都有工资，这么说。只不过我觉得，当时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，是因为我想跳出我自己的 comfort zone， 因为在我之前的平台，讲真的，也是做得蛮不错，也有一番成绩，上司都挺看重我之类的。可是我觉得，让我们想要更好的成功，然后我们就应该比较open ourselves to more opportunities， 然后我们去尝试去 explore， 去 try different things。那时候我觉得才会看到更好的一面，就有不一样的人生，就要尝试。因为如果我们经常都是都把自己框在一个圈子里面的话，对，可能就很稳定，就很舒适，可是就没有什么成长。然后我觉得要有突破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其实不敢做的东西。然后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我们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东西，那个是一个成长啊。而我们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东西，那个是叫改变。到最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来讲是很深刻。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有这种想法，这种心态，然后就不要只是单单看着那个稳定性，然后就牺牲或者放弃一些更美好的可能性来。直销或者是 You for Life 这个marketing partnership 其实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接触不同事情、不同人，然后去学习的人。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说直销，人家会可能退一步啊，还是之类的那是因为大家还不了解它的价值。我觉得当我不了解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跟大家有同样的感觉的同感啊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hard sell 啦，然后就不是真正想要为你好这些东西。可是当我了解到其实这个music 这个直销的东西的时候，它的 product 其实是增值给人家，能够让人家健康，然后让人家活得漂亮，有一个比较精彩的人生，因为都有商机嘛。那除了那个普纳产品之外，能够帮到人之外，其实那个都有商机。然后当我觉得这样子来讲，增值给人家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。先 think goes to 这个 You for Life 的 partnership， 我们也是在做这个 marketing， 我们也是有 ambassadors 说过推销或者是介绍给大家说，其实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 online platform， 让人家买人寿保险，然后又便宜，然后又能够让人家很快的拥有一个人寿保单，这样子的东西其实都是扩大自己的network， 因为其实 network 就是 networks， 我们讲的就是人脉，然后觉得只要我们是内心其实是想要帮助那个人。想要增值给他的人，让他活得开心、健康的话，其实大家了解到这个价值的时候，都是很能够接受，而且很开心，他会很珍惜你跟他分享。